身体要往后仰一点，然后挺起来，对，那只腿抬高一点，多弯一点，情绪要注意，情绪好，羞耻要再羞耻一点，好，现在要注意你的情绪啊，要羞耻地看着主人，欲拒还迎的那种羞耻感。好了，我该走了。哎，不过走之前还有一件事。嗯，